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出发！数码宝贝的四眼田鸡号。哇，车子好大！而且是五彩缤纷的一个照相机的感觉，车体是用照相机的方式表现。还有好多气球，风阻应该蛮高，气球先离开了。哦，还有安排桥段的啦。对，这有挑战，好厉害。对。好，照相机要挑战我们的王公湾了，能不能到最高的地方呢？好紧张哦。搭配包伟明大哥的跑跑跑。宝贝 ，Go Go Go！ 哎，是停下来的意思吗？哎，这个是，好，现场的 Red Bull 哥哥已经帮你直接弃赛了，为了你的人身安全。是。刚刚的是第十八组数码宝贝的四眼田鸡号，也表现得很好。我们请评审给分七分。七分、八分、八分、六分、七分，恭喜！数码宝贝的四眼田鸡。